你家他那皮要冰的，要冰的。
两点了。因为他不保持他一个点，然后他只能骂，是吧？其实我不太想跟你生气，像这种，这种说实话，这种真的很。好想让他都放两遍。
毕竟是人报的身份，人物关系还挺开心的。谢谢奶茶。Okay.
整个 N 队的人说话真真假假，真真假假，你要学会用自己的智商去判断，真的不一定是。我跟你们讲的是，刘贤是一个十周人，刘贤如果就是被别人说你是，如果不是的话，他会说不是啊，我不熟悉。但是，如果是其他人的话，就是我真鲜奶茶。我也没有吃很少，我一会儿还要吃别的东西。
天哪，我的手机不新鲜奶茶。有点热，那我也下播了，拜拜。